听说除了你们拍摄了我们网络影片之外，好像也为我们频道拍了很多的一些平面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平面照片其实拍蛮多的，但是那天拍摄的现场其实就是先拍我，因为我们先拍单人，对，先拍单人的，就拍，我拍上瘾。其实讲到拍照的话，其实这方面我还蛮有这个信心的。对，就跟你比起来的话，对，他非常喜欢拍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对对对，拍，我已经把它当成时尚潮流杂志来拍，杂志封面就对了。然后就把时间用掉蛮多的，就他在旁边等了蛮久的，其实就等到他轮到他来拍的时候，时间我觉得已经差，我跟你拍摄的时间差好多，差超多，他在拍了三个小时，因为他不断就给各种表情啊动作，把他当就是 GQ 在拍，你知道？对对对对。所以他可以拿照来示范一下怎么驾驭我们这个品客啊，真的、啊。现在吗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就。我怕他们不答应，因为要三个小时。然后我们30秒好不好？阿天跟纳豆一起，我们就。好，对，我们在这舞台上面还没有给大家拍到，好，来。我真是见鼠忘友。的主题。公司爷是。当天拍照的状况其实蛮热络的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想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跟题材，结果后来把所有就是我们回去查了所有的节庆假日、节日啊什么，全部都拍了一系列的主题，全部都拍的啦，对，还有过年的啦，还有 Christmas 的啦，是清明节的啦，比如说对不对？清明节，对，什么各式各样的节日呢？我们都已经把这一组照片都已经拍好了，希望延长代言的意思。对对对，陆续会在这个。就是不同的时节呢，我们会在网络上推出新的照片，所以等于他们的照片可以无限期的一直使用。对，就是我们的品客瞬间化身为蜡烛，然后一个爆竹，或者是爆竹，对，不是爆竹就是蜡烛，是，相当好用，非常厉害。好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两位代言人呢，真的可以长长久久延续，把我们的品客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来到现场呢，我们还有。